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我们今天来介绍所有的真兽系列满六火之后的状态。然后以下的介绍通通都是以这边加成为主，就是你点进去，假如熊猫满火可以加什么能力值，一切以装在侠客身上满六火120级为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马上开始吧。以下的资料光收集就收集了一个月了，然后有需要的就看看就好吧。OK， 咱们直接开始。史诗灵猫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破格 5.4%， 外攻增伤 3.4%， 爆伤 4.5%。 闪电雕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中毒增伤 3.6%， 抗爆 5.4%， 减伤 1.8%。 史诗秃鹫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破格 5.4%， 暴击 5.4%， 技攻增伤 2.7%。 史诗白雕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减伤 1.8%， 暴免 4.5%， 技攻减伤 2.7%。 史诗松鼠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暴击 5.4%， 破格 5.4%， 技攻增伤 2.7%。 史诗竹叶青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抗爆 5.4%， 增伤 1.8%， 内攻增伤 3.6%。 史诗金丝猴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格挡 5.4%， 抗爆 5.4%，减伤 1.8%。 史诗狮虎兽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破格 5.4%， 暴击 5.4%， 暴伤 4.5%。 史诗老白猿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格挡 5.4%， 技攻减伤 2.7%， 减伤 1.8%。史诗金冠飞狐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格挡 5.4%， 减伤 1.8%， 治疗 5.4%。 史诗灰熊，攻击13000，护甲6500，血量13万，技攻减伤 2.7%， 抗爆 5.4%， 中毒减伤 3.6%。 传奇小红鸟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技攻增伤 5.4%， 暴击 10.8%， 破格 10.8%。 传奇金蛇银蛇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抗爆 10.8%， 受疗 12%， 控制 3.6%。 传奇杀人蜂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暴击 10.8%， 增伤 3.6%， 格挡 10.8%。 传奇毒箭蛙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中毒减伤 7.2%， 暴免 9%， 免控 3.6%。 传奇银背巨猿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格挡 10.8%， 技攻减伤 5.4%， 暴免 9%。传奇白虎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暴免 9%， 抗爆 10.8%， 减伤 3.6%。 传奇宗师蜥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减伤 3.6%， 治疗 10.8%， 暴免 9%。 传奇眼镜王蛇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抗爆 10.8%， 减伤 3.6%， 中毒增伤 7.2%。 传奇玉面火猴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内攻增伤 7.2%， 受疗 10.8%， 减伤 3.6%。 传奇雪豹，攻击26000，护甲13000，血量26万，技攻增伤 5.4%， 破格 10.8%， 暴击 10.8%。 神话熊猫，攻击43000，护甲21000，血量43万，技攻增伤 8.1%， 暴击 16.2%， 暴伤 13.5%。
神话灵狐攻击四万三，护甲两万一，血量四十三万，免控加5.4%，地攻减伤8.1%，增伤5.4%。神话红蛙攻击四万三，护甲两万一，血量43万，抗爆16.2%，减伤5.4%，中毒增伤10.8%。OK。以上24只就是目前版本所有的真兽系列一次看啦、啊。那这边也感谢帮我收集资料的那几位朋友，感谢你们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，我是小春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